乾隆鲍鱼。乾隆鲍鱼，此菜为广东高档风味菜肴。制作这道菜所需的主料有西兰花、虾仁100克、鲍鱼，配以的调料有芡汤50克、味精0.5克，还有带子100克。还需要酱油少许、蚝油少许、鲍鱼汁50克、胡椒粉少许。还需要精盐0.3克、上汤和白糖。配以点缀有胡萝卜花，还有葱片和姜段。好，现在来开始做这道乾隆鲍鱼。炒锅上火，注入水烧热，然后下入鲜带子、鲜虾仁儿焯水。焯透以后沥净水，装入容器中。炒锅上火，放入水、盐和味精，用旺火烧热，然后倒入摘好洗净的西兰花焯水。把西兰花焯透以后，倒出沥水，装入容器中。炒锅上火，放入油烧热。烧至3成热的时候，下入焯好的鲜带子、虾仁儿泡油。泡油后迅速捞出沥油，装入容器中。炒锅上火，烧热以后下入焯好的西兰花，再放入芡汁儿、少许的水淀粉，再淋少许明油，装入容器中，再码入点缀好的盘中。炒锅上火，放少许的油，放入葱段、胡萝卜花片，倒入泡好油的鲜带子、虾仁儿，再加入芡汤、淀粉、胡椒粉，然后翻炒均匀，再淋上明油，盛装在西兰花上。炒锅重置火上，放少许的油，下入鲍汁，上汤。再放入鲍鱼，
加入盐、味精、糖、蚝油和酱油进行烧制。烧至入味以后，捞出鲍鱼，装入容器中。锅中鱼汁继续上火加热，随即淋入水淀粉，调好颜色。最后淋明油离火，现在将制好的鲍鱼放入装有西兰花、虾仁、鲜带子的盘中，随即将烧好鲍鱼汁浇淋在原料上，这样这道乾隆鲍鱼就已经做成了。在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，鲍鱼要烧至入味后方可取出。乾隆鲍鱼这道菜的特点是色彩艳丽，营养丰富。